是，然后身上贴的这个贴片就是所谓的心电图嘛，是是，然后脚上踩的以前叫体重机，现在叫体脂机，其实就是太空人脚下两块的铁片，其中一台戴在太空人的头盔上的，这个叫做什么？人体磁感应。那这样子的检测跟一般的健康检查有什么不同呢？一般健康检查虽然叫健康检查，但是它是查病。如果说今天有病叫异常，异常就是检测是红字，无异常就是黑字。当有异常的时候，当然要接受治疗，太晚治疗治不好，所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。可是往往在疾病发生前都无异常。